台下的观众最老的只有21岁，唱了两三首歌以后，全场都开始跟我一起合唱。一直到整个演唱会唱完，包括那两个21岁，就他们都会唱，算是成功吧。那是你的温柔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放眼望去，台下的观众最老的只有21岁。我唱这个草莓音乐节，倒是让我做了一次新人。唱了两三首歌以后，全场都开始跟我一起合唱。一直到整个演唱会唱完，包括那两个21岁，一直唱到整个演唱会唱完60分钟。那里面有很多你的经典歌，还有一些是他们没想到的歌，就他们都会唱，算是成功。